得吧得。丢丢丢。刘备。牛呗！我操了，这什么啊？这青春太离谱了呀！我真的麻了。完了！哎呦，他太懂青春了呀！他太懂了，他实在是太懂青春了。你给也死！四倍要冲一百。两倍就是能耍礼物，它是有两倍的经验升级开的。直接打断，很急是吧，小奇拉比？哎哎，嗯。还敢飞过来，你是胆子你是拉满的。魔方的海贼王要很久的呀，海贼王，海贼王很久的，少说得个两年吧。他海贼王肯定出的时候就是火影凉的时候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肯定要接着火影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就
就火影没人玩了，他才再搞个海贼王，然后再来一次，你懂我意思吗？